警方于112年7月1号11时许接获报案，在本市中和区中和路与锦南路口发生交通事故。经警方初步了解，蔡姓公车司机自述因右转时未注意赵姓老公正行经行人穿越道，致发生擦撞行人。中和警方呼吁汽车驾驶人行进行人穿越道，遇有行人穿越，携带白手杖或导盲犬之视觉功能障碍者时，无论有无交通指挥人员指挥或号志指示，均应暂停，让行人视觉功能障碍者先行通过，以为道路交通安全。